今年2016年新的产品包含我们有一个进阶版的 RC Super， 那这 RC Super 主要是针对最新的巡机系统，那为了要提供能够更快速更稳定的运算，所以在运算速度上提升一倍。那第二个也提供RC Super 系列有无线蓝牙传输的功能，那可以使用无线的这种 notebook 调整，或者是用手机可以参考一些数据监控数据。初步应该会在5月份左右举办一个发表会，那到时候详细事情呢会透过这个 Moto 7那为各位这个粉丝然后做个公布，谢谢。除了这个 RC Super 进阶版本之外，另外还有针对海外的RC Mini Plus 2，还有另外是针对海外的 Power Spark 这两个产品。那这个也许未来会看海外上市状况跟台湾市场的需求，也会在台湾做上市的考量。那希望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到RS 摊位来参观指教，谢谢。